24号，泰国曼谷举办新娘跑活动，共有150对准新娘和准新郎参加。全程3公里，途中共设有7个任务，需要新人携手完成。最终编号为030的新人呢，手牵手越过终点，赢得冠军，获得婚礼套餐大奖，包括钻石对戒和马尔代夫蜜月游。